了家园，踏上了旅程，未知前程向何方。音乐听闻佛陀千年的呼唤，迎向太阳，迈向东方，正是一生宿命皈依的方向。闻到了莲花，梦见了花莲，莲花飘香在花莲，蓦然回首，前世注定的姻缘，面向日落，向西方，那是远离亲人怀抱的方向。人文的梦想。